记者许世颖综合报道，今年8月将满60岁的娜姐马丹娜昨在 IG 上 PO 出一张她上空抱着 LV 手提袋撅嘴眯眼照，更大方秀出右边乳晕。她留言写着，人为一只手提袋流口水并留下。不过娜姐表情显然吓到不少粉丝，除了照片看起来有点可疑，还有人直接批她真的很恶心，骂她没有品味。当然看在铁粉眼里，还是忍不住为她护航。不过怒骂者有件事说错了，娜姐怎么会没品味，她手上的包包可是 LV 和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推出的联名款，这款蒙娜丽莎的微笑提袋要价台币94000元。马丹娜虽在照片上画 X， 但右边乳晕仍清晰可见，图片经马赛克处理翻摄 IG。